你先，你先一个好朋友啊，对，很好的，就是挺好的一个小朋友啊，就为什么要加个小朋友呢？就97年小朋友，那我也没觉得你多老啊。你现在啊，算了，我们今天休，就是挺好的。然后我觉得哇，王一博老师真的很厉害。然后一个97年的小朋友可以把握人物到这个程度，其实我是觉得挺厉害的啊，真的。开始剪音乐只能用手机剪，对对。你看嘛，你做的也不老实。小朋友还是小朋友哈。比较，我1995年出道，95年出道，对啊，我还没出。你还没出生。